台湾媒体报道，莫文蔚将在12月7、8日返场台北小巨蛋开唱，也是他歌唱生涯最终回的大型巡演。11月4日，他举办媒体茶叙，提到自己接下来想做歌舞剧，希望可以有个华人的百老汇，让这行业可以活起来。他也笑说想要身兼数职，考虑自编自导自演，彻底投入在歌舞剧中。非凡娱乐时。